主料：豆角500克，土豆200克，辅料：葱5克，蒜2克，盐1勺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把准备好的土豆洗净切块，豆角洗净摘好，切成葱花，先下豆角煸炒一下，把豆角煸软即可，用葱姜炒香，再加入土豆块翻炒，加水，盖上锅盖中火焖至烫成。土豆熟了，加盐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土豆烧豆角有很多的做法，正确的做法才能做出来好吃的土豆烧豆角。土豆烧豆角的最好做法是能做到不油不腻，这样的土豆烧豆角吃起来才会香，而且不用担心会长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